晚上好，是不是北京现在去外地一定要隔离吗？我昨天问的朋友跟我说的是，大部分的地方啊，就北京去了都要隔离。啊，因为现在这个有很多的东西，因为这个新发地这个市场，它属于一个餐饮进货批发周边的人想要买好的便宜的菜食材。人流量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新发地这个市场的整个的这个供应，它占了北京70%以上的这个，蔬菜和肉类的这个供应，所以这个排查起来就相对来说，我觉得涉及的人就会很广。它跟正常说一个正常说，比如学生啊，或者一个老百姓啊，感染了以后，说他在15天之内他接触的人啊，他的行动轨迹啊，都是固定的，很小。但这次发生的这个就比较严重啊，比较严重，所以这个现在也是尽量能不出去吃饭就别吃饭，不是别吃饭，能尽量别出去就别出去，好吧，能在家待待。哎，老婆给我倒点啤酒吧，上次给我买的还有吗？我喝点啤酒。欢迎粽子，欢迎粽子，瘦不少，还行吧，就一直保持吧。然后昨天不是去看房去了嘛？看房，然后晚上跟朋友就是见了个面，然后也是聊了聊这个事情。然后最近正在联系说可能要搬家的事情，但这个搬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啊。感谢 DS 54猫少年的爱你万年，感谢少年，谢谢这位少年啊。今天晚上打训练赛嘛？对，我有一个朋友啊，但是。做金融的，然后自己的平时爱玩，可能有下面有几个孩子每天晚上说玩游戏，那我说就约一下呗，他说那约一下，然后我定了就是晚上九点打一下啊。头发该保养一下了，师哥啊，不着急不着急，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啊，这头发弄了也就15天20天，就我没打理，主要是没涂发胶那些东西，现在洗完就不太那什么。今天播这么久吗？我没有播这么久啊，我今天就是我播，可能我播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下播以后，然后就是那个让他们播一会儿，准备一会儿。然后一会儿我联系好了，然后晚上9点我约了人打会儿比赛。全国都下桌了，北京又开了一瓶。哎，这种东西没跟你讲吧，谁都不想。而且我跟大家说一点，其实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很多，你们普通老百姓或者啥的，你们不想这个东西啊。当然我也是普通老百姓，但是我就说有一些东西你必须得了解跟明白的，就是你看到的是可能。很多人说哎呀你看北京这次怎么样吧，我人不在北京无所谓，就是有点看热闹那种心态。但是我实话跟你说，就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它背后影响的是多少户家庭，多少人的这个养家糊口，可能靠的比如说这个店，对吧？因为你房租还是要给的，你虽然有免一点房租或什么，免的不多，你基本都赔。而且刚刚很多的餐饮刚养一点，现在整个因为这一波很多的又影响又回去了。没说吗？那个退餐率70%，就本来已经定了的，说今天去吃饭的，就退餐率70%。这个背后这个影响，我跟你讲，它牵扯的最后是全国的每一个人的，你明白吗？这就是叫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不要太什么有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啊，就是抱着一个希望说，疫情还是能够早点过去，然后这一波千万不要有太大的影响。但是目前来看的话，真的，你看都查了10万人了。好在是什么呢？这次这个北京就是这个大家现在不用现金了。如果用现金，可真的是完蛋了。你查不到说谁去的，那儿没有监控摄像头，你也不知道谁去过，而且好多人不自觉说自己举手说老师我错了，没有这种，都是说害怕说啊自己没事忍着，好多这种人。就是因为大部分都不是现金付款，所以他通过这个微信支付啊，以及好多的这些东西啊，他能够追查他这个行动轨迹，你知道吧？但这里边肯定有现金付款的，特别是年纪大的一些，而且年纪大的抵抗力差，其实更容易感染。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不容乐观啊，抱着最好的期望，但是做最坏的打算，好吧？我这个小区已经开始，就是今天全部都不让进了。
啊，送餐什么的都开始那什么。状元，欢迎！感谢我状元，欢迎状元回家啊！感谢状元，来来来，敬大家一杯啊！今天早上去的学校，中午就回来了。哎，今天好雅兴，也没有吧？有时候喝口啤酒解解乏，知道吧？解解乏，然后也出不去门，没什么事儿干。我想听你催催美元、美国零元抢购，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不太知道。但是你说到这个美国零元抢购，有另外一个事儿，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各国资金紧缺，然后想有一些国家想要调动这个黄金储备的这个事儿。师哥怎么不换个发型？这个发型好多年了。你看了我好多年了，你为什么不六块钱办个牌子？你给我解释完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发型，公平吗？看我直播看这么多年，六块钱没挣着，啊？你不浪费网费吗？赶紧出去别看了，是不是这道理啊，兄弟们？看我直播好几年，我这儿每天给你讲这个讲那个啊，夸有问必答。答完了以后，你说听完了长知识了，长没长？长，有没有见识年？有没有自信？有。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没钱，为什么？六块钱挣不着，牌子不办，就是问，就白嫖，啊！老子就是要逛青楼，吃瓜就是不给钱，是吧？你给我整日本鬼子这一套，是不是？海港，海南自贸港，海南自贸港我肯定知道啊，但是那个好多人不懂啊。海南自贸港是怎么回事？叫做海南自由贸易港，它跟自贸区完全不一样，两个性质。首先，这个自贸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受海关成海南自主成为一个不受中国海关所管辖的这么一个港口，它有自主管辖权，意味着国外进出的所有的商品。感谢我粽子的告白大楼啊，还有刚刚粽子是发了个头条吗？哦，应该是这个告白大楼的。感谢那个男人来了。啊。他说，师哥说东西收到了。是谁的东西收到了？粽子东西是五线菩提吗？五线菩提是吧？粽子，那个你戴的时候千万手不要一开始就那个珠子没有变红的时候不要手特别脏或者油的时候戴啊，那个珠子很容易变黑。你知道吧，那个珠子非常神奇，就是你手干净的情况下，你不要涂油什么的，就你干净的情况下洗30遍手，然后你摸盘它，没事这么转一转转一转，然后每隔10分钟洗一遍手，每隔10分钟洗一遍手，有个2周的时间，你的珠子那个线就能变成红色，很漂亮的，保持干净啊，千万别弄脏了，然后等它养出这个颜色以后，然后你再好好去玩就没问题了啊。继续讲啊，这个刚刚有人问，我就抓紧说一说，因为这个事情跟普通老百姓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啊。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它跟自贸区完全不一样，第一它是不归有自主的这个海口的管辖权，不归海关管，以前这些进出口的东西包括有没有违禁品有没有走私的全部都归海关管，现在全部都归他自己管了。其次呢，就是外国的这些奢侈品啊以及进出的这个商品可以自由进出，这自由进出不是说美国今天好我弄，比如说我弄点口罩夸我说想运到这儿运到这儿，我明天运点军火我夸想进港内港，不是，你还是得符合咱们国家的这个法律，但只不过海南三亚变成了有自主的这个部门，他们负责检查，然后呢免征关税，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不受海关管制，然后免收关税。免收关税意味着什么？就是我的东西拿过来正常我是要付一个关税，我可能才这个地方才能卖，但我如果在海南比如我开一个香奈儿开一个 LV 或什么东西就会更便宜。我继续讲这个影响和我理解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政策为什么要定这条啊？首先跟自贸区去比，很多人听过自贸区，自贸港的这个开放程度比自贸区还要高很多。全国大概是有18个左右的自由贸易区啊，如果没有记错，全国大概有18个左右的自由贸易区，但是全国的自由贸易港
整个中国只有三个，内地只有一个，香港、澳门五十年不变，他们也算是拥有这个叫做自贸港的这个权利，所以内地仅海南独一份，这是非常牛逼的一个，算是一个红利加政策。但自贸区我们内地有十八个，所以那个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香港跟澳门当然也是这三个中的一个，但那个特殊的环境大家就不说了吧，啊，之前被殖民然后后来回归，所以这也是内地第一个我们自主的这个东西，给了一个自贸港，这个算是有史以来建国以来这海南乃至我们内地全国的这么一个最好的政策大礼包，你可以这么理解为就跟咱买皮肤王者荣耀打折似的，这属于一个政策大礼包。它意味着什么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就是我刚刚说的零关税，零关税的这个影响就是你在海南岛内所有未来的购物国外的商品全部免税，它直接对标的是哪儿？香港。我们正常以前内地的在疫情之前经常去买东西，香港没有那么乱的时候啊，全部买东西便宜都是哪儿？都是香港。香港没有什么好玩的，到那儿就是逛街，从早逛到晚。女孩去了以后那真的男孩就天天的心惊胆战的，一会儿收到一信息，叮咚，您的卡刷费一块一，叮咚，您的卡消费9.9，叮咚，您的卡消费3.3，叮咚，您的卡消费啊18.88万，就类似于这种。所以香港首先它是一个购物天堂的原因是因为它免一部分税，但是香港相对来说较远，你明白吧？而且你就大小跟景色配套的这些东西来说，你不如三亚方便。所以三亚如果这样一开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内地大部分的富豪不用去香港了，我们去三亚在游山玩水参加海天盛宴的同时，我到那边去消费了。OK， 所以这个对香港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其次第二个我要说的，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叫做低利率，利息率低利率。这个低利率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首先就是企业招商引资啊，很多的这个企业你看啊，比如说王思聪的公司普斯，以及很多这种我们国内的公司，包括海底捞，它的注册地在哪儿呢？在这个叫开曼群岛啊，在开曼群岛。为什么？因为开曼群岛免税收，你在那个地方注册的公司，你的钱可以合法的从那个地方走一圈进到你的口袋，并且你不用交一分钱的税。这个税有多少呢？我目前企业要交的最基础的是15%的企业所得税。那如果这个自贸区成立了，这个自贸港成立了以后，低利率意味着说，首先，我想想，企业所得税不是15%。好像是减到15%，25%的企业所得税好像是，我忘了具体的，我记不住了啊，25%，不好意思，说错，25%所得税。但是在这个自贸港呢，你只需要交15%就可以，意味着很多的公司，特别是网络公司啊，诈骗不是那个啊，传销不是那个色不是那个赌博不是，就是类似于有一些啊流水特别大，每年要交特别多的税收等等那些的，我正常23%跟25%跟15%的话，差10%有可能会差几个亿，所以我能够省几个亿的税收意味着什么？我愿意把我的企业开在这个地方，对于当地的招商引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其次企业的以外还有什么呢？我们个人关心的就是属于在我房间听课的基本都是这种叫高端技术型人才啊，都是属于金领，未来的金领啊，稀缺人才。那么高端人收的这个高端人现在这个比我们正常啊，个人所得税啊，目前最高的这个税率有可能个人所得税可能会交到40%多，比如说演员有可能会交到40%多的个人所得税，当然这是高端精英人才，你的收入达到多少才是这样。但是你到这个自贸港，未来在三亚代表着什么？你到这个地方，你只需要交可能15%，超过15%的所有部分全部免税收。如果没有记错这个政策的话，因为时间有点长了，我忘了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当时我看了一下，感谢啊，好的，粽子你去啊，健身最重要。所以这代表着什么？第一，企业多了。意味着我要招商引资的同时，我需要有优质的这个人才，要不然人不愿意。比如说，我现在在北京，我现在在上海，我不愿意抛妻弃子的或者背井离乡的，我跑到三亚去，为什么呀？很简单，
如果你的收入很高的话，那那个地方你只需要交15%的个人所得税，超过的部分全部免税，所以能够吸引很多的像房间这种高技术人才，稀缺人才，哎，为这个我到三亚去工作，啊，这对标的也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对吧？香港，你说成为这个所谓的金融中心啊，金融发展的很好，等等那些很好，不也是因为有高端技术人才吗？早期有很多人就是说没法就是出国的或什么都想说我要去香港，我要去香港，觉得香港遍地是黄金，每一个人都想着意味着说，哎，我想成为说李嘉诚，但是，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其实税收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这个东西其实对香港澳门也是有一些影响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它的金融开放权。这个金融开放权意味着什么？就是现在除了上海、北京等一些城市以外，是没有什么金融开放权的。未来海南就是说你可以有这个金融中心的部分功能。什么叫金融中心的部分功能？比如说未来你可以在比如说海南将会有大资金、大企业、优质人才、人口，比如说甚至什么这个金融交易中心、股票，就华尔街做的这些，有一部分我们现在北京、上海做的这些都可以在海南去开放，那就意味着大量的企业、人口、优质人才和资金都会流入到这个地方。那流入到这个地方，对比香港会不会有影响？香港肯定有影响吧。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其实自贸港的这个开放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啊，就是虽然有的东西回归，就是咱们这个澳门、香港都已经回归了，但是老有这个不踏实的人老想挑事儿。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未来就很简单，就是这就跟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之前我在新加坡啊，没有赌场，对吧？所有人周边，包括东南亚那个要去玩牌、要去赌博，对这个有这个成瘾的这些人，去哪儿？要去马来西亚的云顶赌场。但自从新加坡开了这个赌场以后，它相当于给马来西亚截流了。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的旅行团大大减少。你因为你在那个山上，你除了这个赌场跟周边的一些配套，你什么都没有。新加坡我可玩、可吃、可逛、可度假，有海岛，所有都有。你懂吗？所以说，有人说对于房价有什么影响？首先我跟你讲，暂时没有影响。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不在这儿去讲，因为你问我这问题，我估计你也不是想置业的。我在这儿给大家一条建议啊，就你如果想买房或者想要炒房或这些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三亚到海口沿线周边的这些房子，未来的价格是一定会涨的。所以想要置业的可以去考虑考虑啊，这个我告诉大家了，自己反正去，不是所有的地方啊，不是所有的地方，而且三亚现在有限购。啊，所以就是三亚和海口周边的这个沿线，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买一买，这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说到这儿啊，再回答这个大家关于海南的这个挺无聊的啊，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关心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说这个我前不久看了一个消费调研啊，消费调研报告。这个消费调研报告是什么呢？因为不是这个最近不是在看搬家，包括在考虑可能买房、明年买房的事情，然后我就看了一个这个消费报告调研，说这个消费报告是怎么说的呢？说这个在国内决定要买房、做主要买房或者最喜欢买房的90%都是女人，成熟女性啊，因为可能老公挣钱啊，老婆花钱。啊，可能说女人需要安全感，所以她需要有家的感觉或者怎么样，所以90%的买房的主力客户都是女人。而且还有一部分，你要想，有人说不对啊，有的很多老板一下买几套都买房。首先，有钱的老板，第一，房地产开发，他是开发商；第二，他买房不是买给自己的，他买给谁呢？也是女人，但可能不是他老婆，你懂吧？买的是其他那些他关系不错的妹妹啊，什么这种女人啊，平常一块打个高尔夫啊，打个篮球啊，啊，玩个撞球啊，啊，或者说玩玩什么那种几进几出，就是扮演什么三国赵，就这样，就这种游戏。所以说，大部分90%是女人买房。看完这个数据，我当时还琢磨半天，我说有这么离谱吗？但后来我一想，想通了，确实是。你看很多的明星，很多那什么都说啊，豪宅怎么牛逼，怎么怎么样。你如果真的懂，你一看哦，这谁买的，那个谁买的，那谁买的，就是都是送的，你懂吧？所以中国这个消费行业，就包括大家如果做生意去做什么东西的话，第一最好赚钱的是什么？消费第一的啊是女孩，年轻的女性，
李佳琦为什么卖的这么火，薇娅为什么卖的这么火，为什么他们大部分卖的东西什么呀，都是跟女孩女性相关的，年轻女性消费能力很高，所以记着，就是你男的再怎么做带货，你绝对不如美妆带货多，你绝对不如口红面膜美包括这个之前这个整容行业那么火，就是一定都是女孩是主要的这个消费群体。排着第二的是什么呢，是女人，就是女孩的妈妈啊，比较成熟的女性。排在第三的，我们中国消费排在第三位什么行业产业呢，孩子，比如说教育行业，培训行业啊，幼儿园，包括这种所谓的有那种，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一个，就是里边建了一堆那种小孩交钱就可以进去，什么爬个管啊，做个秋千啊，做个旋转木马，那个贼赚钱，贼赚钱，188，不限时，进去玩，小孩一玩玩一两个小时，而且那个预定据说啊都是2000-3000个预定名额，从网上之前开的时候都直接刚一开业就直接预定到2个月以后了。所以孩子的钱我跟你讲，包括奶粉，包括这些什么，就是一些周边其他的东西，孩子这个东西是真的永远挣钱的一个东西，它排在第三，排在相对中间的位置。第四是什么呢，第四中国的消费偏向于老人，老人性的东西包括一系列啊，保健品啊，保养品啊，啊，包括老人院，包括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老人的这个钱，包括老人自主也是很有消费能力的啊，我自己要养生，对吧？我今天给自己可能买一个这个，保健品吃一吃啊，我明天可能给自己买个尿不湿啊，不求人啊，对吧？我自己这个想尿哪儿尿哪儿，对，没关系。啊，其次我明天给自己换个老伴儿啊，婚介所我交点钱，明天我可能跳舞扭个秧歌下个象棋，我为了能交到新朋友都可以。所以这个老人的钱也是非常非常这个主流啊，算是好挣的。然后呢有一个数据是前几年其实没有，这两年追上来的是什么呢，宠物，就人在猫啊狗啊蜥蜴啊蛇呀、啊、王八呀、啊、黄鼠狼啊刺猬啊老鼠啊大仙啊顶仙，就类似于在这方面的消费已经这两年超过了很多其他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消费，明白吧，追上来了。然后排在最后一位的中国最主力消费的是什么呢，男人。所以为什么你看男士美容这种店在每个城市很少，首先你不是说男人不在乎自己的这东西，男士美容我之前曾经看过风水啊，我有客户做这个的，我曾经聊过，就是说男士美容里面如果不卖大保健这个便必赔，你懂吧，就你男性的这个美容或者什么东西不关心，因为男性女性去到那儿一说美容店，为什么，我为了上半身而来，男性一说 SPA 跟美容店一进去，不管人有没有这个服务都会问你们这儿有服务吗，能加档吗，啊先生您说的是什么服务，你们这儿能洗头吗，啊先生我们这儿可以洗头，多少钱啊，我们这儿洗剪吹是总共是188，我不剪不吹就只洗。止血啊，止血我们做不了，哎，我可以多给你钱，我300-800你看能不能止血，但是我今儿上面这个，我不是我这个头我洗过了，我对你这全是这种。你看啊当地城市，兄弟我这不是瞎，这你得懂才知道，你们当地城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没有这种叫做什么男士美容会所，男士什么东西，男士首先在脸上他就不爱花钱，你专门问男士的美容会所，男人去那儿为什么，里面没有大保健的全赔，我就这么告诉你全赔。而且我经常会接到一些什么电话你知道，莫名其妙我都不知道怎么有我电话号码，喂，哎哥你还记得我吗，我说你是谁呀，哎我呀小翠儿，哦，声音我挺甜的，我不记得了怎么了，哦哥没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一下，我们这边新开了一个会所，哦，我说什么会所，哦，就是我们这儿有几个新来的妹子，然后按摩呀还有那个什么美容啊做得非常不错，哥你看有时间来试试呗，哎我说我最近脸挺干的，我最近正好对晒太阳什么的，然后年纪又大了，我说
可以，没问题啊，你几点我看看，啊，哥您看看随你什么时候有时间都可以。我说那这样吧，明天下午一点吗？哦哥，一点我们这个太早了，那个妹子都还没起床。我说那几点啊？啊您晚上10:30再来吧。经常接到这种电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过这种。你如果没有接到，我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混得不好，不够逼格。真的，就是那会所10:30以前不开，你做美容10:30以后来，10:30都看不到，看不见了呀。啊，你没有听说过朦朦胧胧才是美吗，哥？你懂的，我等你哦。都这样了。接到这个电话你得反思一下，你可真不懂。接到这个电话与其他的东西无关，代表你是高净值客户。他们的电话从何而来啊？他们的电话，比如说如果你买车，你买房，如果你去会所办了个卡，你留过这种比如说这种就这种高档会所的这个电话，专门有公司叫这种叫做什么，就是类似于信息公司，他们会把这种渠道就多少几万个这种会就是北京的什么多少的这种消费年龄层的这种东西，他们会有一个电话号码的统计，他们会打包，比如说8800，我卖你10万个电话号码，这里面全是高净值客户，是因为这个人一个一个电话打，明白吧？并不是说你们两个之前说他给你做个按摩还是做过保健，然后你俩留了电话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没有接到电话你应该反思，因为现在的这个东西人的信息啊，我跟你讲，我没说过吗？你拿手机，你今天你直接你说，哎呀我跟朋友说，我跟你讲我最近我做手术我有点便秘，哎呀你这个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那可不嘛，太丢人了，好啥也不说了，夸电话刚一挂，一会儿这边上网刚一点开网页，上面主页啪一个广告，您还在为便秘而烦恼吗？啊您还在为什么排便不畅而烦恼吗？啊请用达克宁啊，就类似于这种，那莫名其妙，就是哎，我操，这怎么这么巧啊？一次两次你觉得巧，但多了以后这就不是了。为什么？现在大数据监管，包括那个叫做什么什么后台 IP 什么什么的东西，一个东西就你查过什么说过什么，其实这个东西都知道，就直接就把这个东西给记录了。你能懂我说的意思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说，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就其实挺。现在的这个科技的东西挺可怕的，没有什么隐私我觉得可言。但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东西，你看啊，就是中国的这个消费大数据啊，首先大部分的压力，咱们说在挣钱上或者在事业上来说的话，从古到今都是男人。男人这个字儿嘛，上面是个田地，代表田产衣食住行，我们农耕民族以田为本，是我们的头，下边就是一个利字儿。男人就是得永远扛起这个家，就是得费劲儿费力，但男人的消费你看排在宠物之后，这代表什么？现在男人真的狗都不如，觉得说的没毛病的兄弟们来一波，没毛病，老板有礼物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咱捧个人场，好吗？感谢各位衣食父母，有头条的发个头条也行啊，感谢大家。所以男人辛苦了啊，为所有刷没毛病的男人老铁们来。各位衣食父母，我也不知道谁在谁不在的啊，不说别的，来兄弟们，太辛苦了，太辛苦了。然后说到这个，刚刚你看我都忘了我因为什么说到这个了啊，因为海南，对，因为海南。说到这个海南，我又想到一个旅游的事儿，什么旅游的事儿呢？我最近不是在看很多的这种书吗？这个书其实都是偏向于什么呢？就是你看完以后你会有那种叫文艺情节。什么叫文艺情节？就是这么多年网上有很多所谓的那种文艺青年啊，不管是男是女啊，都是在这儿提倡所谓的说诗和远方啊，提倡这种放弃现在的生活啊，恨不得这个说一些什么背上包去西藏说走就走的旅行，自己也不管怎么样，就是那种。但我跟你讲啊，这个我那天跟朋友吃饭，朋友跟我说了一点，我觉得特别的有道理。说你看，我这个朋友也是个作家，也是个写东西的。他说你看一点特别有意思的，说男文艺青年，他以前也是个文艺青年，但后来改了。说有很多的文艺青年是为了文艺而文艺，不是真的文艺青年。感谢李记多多爱辅助呀，这位朋友的，爱你一万年哦，感谢感谢感谢李记多多啊。说这个所有男艺文艺青年，你在年轻的时候
啊，所谓的没事捧个这种说这个艺术的书籍啊，什么莫言的书啊，什么诗词歌赋，什么宋词啊，动不动就弄点，要不然弄点英文书籍，或者看一点，动不动评论点什么这种，就写点文章，然后弄点那什么，恨不得水墨丹青什么都会。但这种文艺青年一般来说，过了35岁以后啊，现实社会也不稀得找工作。啊，也不惜的那种什么点头哈腰寄人篱下，就是那种说无所谓，我饿不死，对吧，我有满腔的这种志气，天生我才必有用。到最后35岁以后，一般的归宿都是什么呢？开餐厅，当餐馆老板。这文艺男青年基本的归宿都是这样。文艺女青年大部分的归属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就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啊，动不动就背上个包出去，以后就啊，号称是那种一分钱不花，然后游遍了西藏无人区。你去的是西藏啊，还是说你是真脏？这我咱也不知道啊。他为什么能坐这车？为什么能免费住店？我只相信一点，从小到大我就社会中我学会一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没有白吃的晚餐，没有白打的车。啊，任何的这个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美其名曰就是我是搞文艺啊，是怎么怎么样的，这东西我就是不花钱，老能碰上好人，咱也不懂这天下好人为什么全让他碰上了。过了30多岁以后啊，也是这种看谁谁不爽，完了怎么怎么样，觉得自己强的，一般归宿都是什么呢？又符合他这种觉得不掉面，开个花店啊，人一说老板什么老板啊，我开了个花店，1平米的花店啊，进去以后。一盆花向日葵夸在这摆着，这边一盆菊花站中间得立着，为什么？手一张开这地儿不够了，站在那儿开个花店，也不管挣不挣钱，不为挣钱，主要就赔钱。你有人问啊，你这儿没有百合，有没有什么东西？滚滚啊，我能卖那种花吗？我是为了钱吗？你觉得我租这1平米的地儿知道吗？我就是为了心中的梦想，要不然叫什么，开个咖啡厅知道吧，要不然就开咖啡厅啊，弄一个这种，就是说这个反正就是放点书吧，弄点花吧，里边还弄两只猫吧，然后播点歌吧啊，咖啡厅开在这种荒郊野外，一个人都没有，边上就是公厕，那边是茅房啊，下边是直接施有机肥的，这个直接是农地，边上开咖啡厅，美其名曰这个叫什么东西，叫避世啊，也不管，反正就自己在那喝。然后呢还有啥呢？就是文艺青年喜欢文艺青年啊，他不太看不上普通人。俩人啪，俩文艺青年一辈子，最后谁也没看上谁，没办法结婚了，啊，结婚以后干嘛呢？说咱俩一合计，很简单，咱开个那个小旅馆吧，啊，你说是小不是小旅馆太难听了，就民宿，啊，说开个小民宿，感谢有点小个性的爱你万年，开个小民宿吧，啊，说难听了不就小旅馆吗？什么民宿啊？民宿那个对吧，开在丽江叫民宿，你开的其他地儿那就是小旅馆呗，招待所呗，开个这种，就所有的这些文艺青年到最后他们做所有的生意啊，其实心里希不希望挣钱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但实际上这些人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没有做过生意，自以为自己看过很多书阅人很多，但做生意跟这东西两回事，做生意你必须得接地气，所以都是说我不为钱不为钱，但最终基本上来说都是一个什么共同目的呢？把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不文艺的时候赚的那些钱目的就都给他们赔光，赔完了以后美其名曰，然后就跟大家说，你看千金散尽还复来，一身轻，赔光了吧，舒服，其实夜里哇哇哭，你知道吧，啊，我这怎么赔了呀，开个这花店，哎呀我这这么有逼格，这么那什么，很多的其实我实话实说，这个社会存在很多的人，当然也不排除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我觉得房间里应该也有这样的人，就是我们老嘴上挂着那些所谓的不食柴米油盐没有人间烟火的那个东西，但是你生活在，我还是那句话，你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你每天你群居，你就必须得遵从这个社会的规则呀，你明白吗？确实在这个规则之下有很多的我觉得不科学的地方，不自由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地方，但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呀，但你没有能力改变它，那你就要选择，我要么去顺从，要么我死去，我觉得就是这样，对吧？那你就是说什么东西，其实你还是在这个规则之下，你只不过说白了你就是没有能力，然后你完全屈服了，但你还得装逼，美其名曰是，对吧？怎么说呢，就是
你明明卖的是菊花，然后你非说，这个比喻不太好，嗯，我想想啊，啊，你明明开了一花店，你卖的是菊花，啊，你非要美其名曰说自己是为了为这个叫做无信仰，无信仰的这些凡人，给他们一些精神的支撑，因为菊花能辟邪。知道吧，我之前讲过啊，菊花是钟馗的化身啊，全说菊花能辟邪，所以菊花扫墓的时候用，知道吧，说你怕鬼你买个菊花啊，我不能说因为这个卖给你，我因为的是这一个菊花，你要记住带给你快乐啊，带给你勇气，带给你怎么怎么样，那就是个菊花，你明白吗？这也就是你卖的它是插在花瓶里的，那有些人这个菊花卖的真的指不定怎么回事呢，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现在有很多这种人，有点自我麻醉的意思，也不是吧？其实房间里我相信也有很多这种人，明白吗？我觉得房间也有很多这种。北京现在可以通行吗？北京可以来，但是我昨天跟朋友聊天，我听说的是北京人现在如果去外地，有很多的地方会要求你在当地隔离。时隔继续说海南，我海南讲完了呀，我海南刚不讲完了，你不问我自贸区的事吗？我不跟你讲了吗？啊，自贸港的事吗？嗯，新房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明天确定啊，如果确定了以后我就要开始装修了，我先得找人做一下那个院子的规划跟设计，因为我想做个日式庭院，还挺贵的，每平米最便宜的得1500块钱每平米，那院子光要弄到稍微符合要求的都得十几万。对，我想做个那个枯石山水，因为北方的这个院子啊，很多人不懂，因为我以前做这个风水啊什么东西，我接触了很多的设计师，很多人在自己做这个有院子以后啊，在做这个园林设计和规划的时候，都想着说啊，我弄点什么稀奇古怪的名花异奇花异草啊，我弄点这个什么绿草地啊，我弄点这个什么水系，搭个小亭子，恨不得你在那儿装个那个火箭发射器，你未来能到火星去，就是想的都很好，但是你弄完你记住一点，北京气候干燥，知道吧，空气也干，而且北方的这个土壤很多的花草风沙大风养不活，所以你弄完那个东西不是说你有没有钱维护的问题，而是真的是受罪还做不出效果，叫吃力花钱不讨好，所以北方的这个园林的这个造景你如果要做的话，一定要做适合北方简单一点的，不要光考虑说美观，你像我当时不管是养鱼也好，养植物也好，养变色龙也好，养那个手工也好，包括养过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是到鸟你最后都发现，就其实真的是给自己添麻烦，就是你的心境没有到那儿，你的时间没有多到那个程度，你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叫你以为，我这次如果我搬家的话，我一定把它做的简单化，兄弟们，到时候你看见完了，我一定把它做的实用简单化，很多那种我以为就我拿过来以后我觉得我会有用，会好看，会怎么样的，我就都不会再弄那些了，因为这次这个房我看的这个房比较大啊，大概是这个现在两倍，所以就比较开阔一些，然后又有阳台，又有顶层，又有院子，然后还有什么影音室什么都有，就我觉得还不错，买的还是租的，我还没决定啊，还没决定，就我可能是先住一段试试，然后我考虑明年有可能会买，好吧，因为这个房是朋友给我推荐的。然后也还可以，就是它那个地理环境，然后价格各方面我觉得还算比较划算的。师哥你的手串好漂亮，我这手串就旺哥那儿，这是旺哥送的，这还不是我买的，这之前那一串，我是做室内设计的。好的好的兄弟，我那不用设计，那房是精装修，就空的，
没有家具，它是个智能化家居，就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 APP 什么控制，然后就类似于这种，挺方便的。然后直接一出门就有三四个车位，然后独立的那个停车场什么就还挺方便的。事业单位好还是企业好？这个不是说哪个单位好，而是说你个人的性格适合于哪个，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师哥，我是做软装设计的。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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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我用不上啊，我这次没说嘛，我追求的是一个极简风格，就我想把它做的简单一点，然后每个东西是真的说，我以前买椅子是什么呢？就比如这个设计师做的好看，但这个椅子你坐上去你就发现真的不好坐，你明白吗？它就是好看，它真不好坐。所以这次我觉得不管是住的呀、用的呀，包括锅碗瓢盆啊，所有的东西就选那种就是简单风格，但是真的我觉得是实际好用的，而不是去考虑说一定什么品牌或什么东西。我觉得换一种生活方式吧，因为我觉得直播中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考虑的就是大家在我在这个直播也直播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具体我都忘了。就是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所以随着我自己的这种说，我觉得我年纪的成长和我个人需求的这个转变，我觉得哎，我们直播换个环境，对吧？我们一起弄个房子，然后你一起换一种就不一样的，我可能我直播的风格都会不一样，你懂吗？生活方式不一样了，我觉得整个直播的方式啊，包括开播的时间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样才有意思嘛。就真实的直播，就是我觉得它记录我的生活。所以就这样，下个月能住进去吗？下个月估计够呛，下个月吧，差不多，因为那个院子就弄一个月。聊聊对骂你人的看法，我没有什么看法，他们都是 low 逼，我每次都这么说，你明白吗？就嫉妒，没了，句号，就一定没有任何其他原因。他嘴上再说千万个啊，我因为什么不喜欢你，我因为什么，没有，就是嫉妒，没了。就说其他我更不信，你明白吗？我要是一个在街边每天睡在天桥下面拿个硬纸壳板，我每天给大家直播或什么东西，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们一定不这么说了，明白吗？一定不那么说了，就表达的他们好像是人上人，在我之上的那种，对我表达的甚至说可能是什么那意思，什么给你个怜悯啊，给你个施舍呀、啊、给你个什么鬼的，我根本都不看，我也不参考。你也不用跟我说 B 站说什么东西的，就是首先骂你只有一个原因，他们得知道你，不管他们因为任何的渠道知道你，说明什么？你活得比他们好，知道的人比他们多，你火，好吗？你嘴上再说，你说我这个，你说我那个，说怎么样？我现在是不是在直播？你违规的不好的是不是被封杀了？就很多东西还是那句话，你看一个视频啊，之前怎么怎么样说这个东西，你问题是事后解决没解决，对吧？具体怎么回事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东西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必要去跟这帮人解释，明白吗？现实社会中我们就像是两条平行线，甚至是两个不同的平行宇宙，我这辈子都不会跟这种人有任何的交际。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就我可能会去很多地方，我去做很多事，但我这辈子都不会跟这种人他的人生有什么交集，你明白吗？因为永远是，我觉得我说这句话可能又招黑，但我不怕招黑，我觉得就是山上跟山下的关系。我就不直播了，我就是你看 OK， 我不让你看到，我不发微博，我所有东西全删了，那又怎么样呢？我的生活有一点点影响吗？我身边的朋友会有一个因为这个然后就不跟我做朋友的吗？我昨天去吃饭，我那个私人飞机的那个朋友来了，他不是新改装了一架飞机吗？是跟那个香奈儿、宝格丽、路易十三还有什么品牌，就他们合作的，改了一架特别牛逼的飞机。然后一直跟我说让我去做个节目，说要不然飞一下上海或者什么，因为他本身在上海，他说要坐一下飞一下，然后你可以直播一下，你要愿意的话。我说 OK 啊，等疫情稍微好一点，我说咱们到时候去一下，昨天吃饭。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识你，自从他在我直播中就出现过一次，他有好多朋友，包括他的老板
跟他买飞机的人都跟他说，说哎，我在地师的那个视频中看到你了啊，怎么样。然后我昨天吃饭的还有我另外一个朋友，我跟大家说了，他也跟我说，对吧，有的年纪很大的，他叫哥哥的这种人都说，哎，你那个地师那个婚礼那个包岛有一个我拍到他的背影，他在开船，说那个人是不是你。就我就觉得，我说真的，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做的东西好不好，看我视频的人会懂。然后我在这儿还是那句话，大部分他们都不是看直播认识我的，全是看短视频，而且很多都是通过头条。所以我在这儿再次感谢所有每一位在房间现在能够听到我说这番话的。如果你是一个头条的自媒体作者，如果你有转发过我的视频，如果你有剪切过，你有甚至为他配过弹幕，你有为他付出过时间跟心血，我在这儿我只能够说无以为报，感谢大家。我希望你们能够真的是我，因为现在头条的收益权很多东西又改变了啊，因为现在转发视频可能你赚不了很多的钱，跟以前不一样，没有发的那么多了。但我觉得很多的在自己有自己一份工作的同时，能够自发的说拿出这么多的时间去转发，哪怕你是玩儿，能够转发我的视频，我是觉得我真的特别的感激。包括皮皮虾的皮皮虾，你看我昨天我给二蛋转了一个视频，就是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梗，就是二蛋拿着那个视频拍我说什么东西的，140多万播放，几万条点赞，然后什么东西我给二蛋发过去了。就是搬运我视频的人，我相信都是我的粉丝，因为他们搬运的东西，我看了一下下面的评论，其实他们挺维护我的。我觉得确实我挺招黑的，我不想说别的那些，我就特别感谢你们。就是如果没有你们这些人，不管出于什么心理，你去剪切去搬运我的视频，不会有那么多人的知道我。所以不管你是为了黑我还是做什么，实际的就是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你要么你别吃这碗饭，你别做这个行业，你做这个行业就是你没有热度，你天天的你想上热搜，你想上新闻，你都上不了，那你播啥？那你播啥？那你怎么叫火，对吧？怎么叫什么东西？就算有这么多人说我不火，说我靠谁，说我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用的没有任何我觉得见不得人的方法，我都是光明正大，我都是公开的，对吧？我怎么做怎么说，所有东西每个人都知道我一步一步怎么走过来，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就之前你开歌那个事情我就不说了，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再给我选择一次，我依然是同样的做法。这件事情确实对我的所谓的看我视频的人或者知道我的人多了很多，虽然同时也招了很多的黑粉，但你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能够说我在选择。感谢企鹅只看地师兄弟长期的支持啊，欢迎回家，感谢兄弟的爱你万年。你不能够说 OK， 我作为明星，我想当一线明星，但不能有人骂我，不能有人黑我，不能有狗仔拍我，不能有人挖我的隐私，对吧？不能说这个我塞过的粉，然后被别人翻我手机，不可能啊！我是一线明星，我就必须脚踏两条船，然后不能有人曝光，不能有人，怎么可能啊？当然我不是说咱们都跟人家没法比，但我说的东西我觉得我不敢说我传播的东西一定比别人说好多少或什么东西，但我敢说任何一个明星他在真实的对于他的粉丝能够教给他们带给他们的东西不一定比我多，你明白吗？真正看我直播的人，喜欢看我直播的，如果我真的每一天就是跟你们这儿说白了就是泡妞啊，什么这种什么这个作风有问题啊，什么炫富啊，什么这些东西，不会有这么多人看我的，你明白吗？他不可能的。你像最基本的讲的这些东西，你问我的问题我都能回答你，我回答你的东西不一定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这些知识我也得去学。我昨天像跟我那朋友聊完了，我又学了好多知识，对吧？飞机是怎么开的，什么样的飞机比较好，我给大家真实中讲几个，就我昨天这种在沟通之中我学到的知识。首先开飞机，开飞机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事情，因为大部分的东西那些按钮说上百个都是形同虚设，大部分的都是看手册看这些东西，实际操作的其实在飞行过程中都是 autopilot， 就是自动驾驶。真正难的是什么？不是在于手，开飞机最难的在于脚，下边要像骑那种自行车一样的，你的脚需要来回的在下面，其实靠脚去控制，
方向各方面的，你方向盘其实最主要的是提升跟降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全自动导航，你手不扶着这个飞机它一样可以开，所以你的脚是非常非常累的。第二，什么叫开飞机？好的开飞机的，我们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遇到的都是普通的飞行员，真正好的飞行员有几种。第一，有的国航老飞行员，当然你很少能遇到，但是你飞包机的飞行员，明白吗？飞这个公务机的，所有公务机应聘，因为能包得起这个飞机。哦，我听说最近谁呀？我跟你讲，我一看我就知道是真的挣到钱了。威亚，威亚是真的挣到钱，因为我听说威亚最近飞的全都是包机，知道吧？我就知道那人飞哪儿都是包机了，那我就知道人家这个肯定不是说刷数据或各方面，那肯定是真的挣到钱了。这个说这个飞机啊，真正开得好的，说这个公务机，首先人能包得起你这个飞机的人肯定是身价最起码我觉得得几个亿吧，他才能包了包，才会花钱去包机。那做这个包机，他不是买飞，这还不是买飞机，买飞机得更多。像我有一个朋友，我们有一个朋友，当然不能说是谁啊，你就可以当做吹牛逼，一个人已经买了四架飞机了，而且有两架飞机中间买的是同一个型号，它的升级款，就很快刚买完第一个还没交付，他觉得我操这个飞机一般，一看升级款觉得很好，又买了个升级款。所以说这个飞机就是他们在应聘的时候，他们就以什么应聘标准呢？特别简单，就是跟这个开飞机的人说，说你飞一个我看看，就是坐一下他开的飞机，然后干嘛呢？上去睡觉。说我在飞机上，如果这个评测，比如老板亲自评测，我在睡觉，你飞机降落的时候，我只要颠醒了，你开不了公务机。我说为什么呀？我说这个我做民航或什么东西，它都会给你颠醒啊。他说你看正常的这个飞机啊，我们在降落的时候，就是它一定是这样，它是两个轮子先着陆，然后它会开这个可能反推啊等等那些，会滑行很久，然后突然这个前面再着下来，这都是普通开飞机的，包括我们做的民航都是这样，甚至有的可能没降好，啪一下很颠就落地上，那都是飞机开的不行。真正飞机所有开的好的，包括开公务机的人，他在落地的时候他是直接下来的，他没有这个过渡的过程，他是直接下来的，而且落地下来的时候非常稳。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可能说这些老板也好领导也好等等那些，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因为太忙了，这是真实的，我跟大家说的啊，他们平时晚上在床上是睡不着觉的，在床上都是要干，都是要看书要工作的干活的，但是坐飞机的时候和在车上的时候是他们一天当中真正去补这个睡觉时间的。他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在车上在飞机上是他们这一天真正睡眠最好最深的时候。所以这个飞机要求坐这个公务机，就是你降落如果他在睡觉的话，你是不能把他颠醒的。觉得长知识的兄弟们，来一波学到了，这是真事儿，你懂吧？然后其次，这个飞机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我看看哪些能讲的啊。好，都不能讲啊，就下一个话题吧，下一个话题，飞机就学到在这一点，说一说以后农村发展的前景，看新闻就行了，我说了不算，好吗？我告诉你农村有啥前景，说了算吗？我说了不算。说到农村这个，我又要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了。我前不久看了一个纪录片，我建议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这是因为有一个朋友说让我说一说未来农村的前景啊。首先我告诉你，农村的前景看新闻联播，我说了真不算，好吧？但我说一点跟农村挂上钩了，仔细听。我前不久看了一个纪录片叫《素食者联盟》啊，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很不错的一个纪录片。首先呢，它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啊，就是人类的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不适合吃肉的，我们适合吃素，这给大家讲过吧。但是为什么呢？这里面有几个核心的原因。第一，这个纪录片里面就是说经过科学的研究和发现，首先人体本身缺乏合成维生素 C 的能力，
就我们为什么老要吃苹果，老吃维生素 C 片，包括那个泡腾片啊，说感冒了发烧了就为什么泡点维他命 C 啊，因为人体缺乏合成维生素 C 的这个能力，但是维生素 C 肉里面几乎没有，我只能够从植物中大量的去获取。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人体本身的构造，老祖宗来说就应该是吃素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人类的消化道比食肉类动物啊，同样的哺乳动物和食肉类动物来说要长出很多。别的这个食肉类动物它的肠子就是可能就转一个弯或者直的，吃完拉，吃完排泄，吃完排泄。人这个东西进去以后要经过九转十八弯啊，有一个歌不是嘴里的山路我忘了怎么唱的，九转十八弯才能够排泄出去，消化时间也比较长。其原因在整个的这个生物学跟人体的这个东西研究来说，这就是为了消化植物纤维，因为消化植物纤维的时间需要较长。所以人类整个的身体构造来说，先天上就是不太适合吃肉，再加上我们人类的牙齿啊，我们所谓的跟吃肉的那些有尖牙的那个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人类的这个牙齿的咬合和这个程度，就是最适合是吃素。有人说这跟农村有什么关系？你等着点，我一会儿才能讲到，我要把我想到的全讲完，要不然我又想不起来了。其次，所有食肉类动物，包括狗啊，叫做二色视觉。什么叫做两色视觉呢？两色视觉就是它们只能看到两个颜色。单独的，你比如狗只能看到黑和白，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这是王哥给我讲的。他说狗为什么只能看到黑跟白呢？不是，他们说这个非洲是怎么训练这个狗去看管这个黑奴和当地的这个黑人呢？因为这以前是白人养狗，黑人不养狗。白人养的狗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不管他见没见过的人，他从不咬白人，他只咬黑人。他们在训练的时候是怎么训练的啊？他是这个狗每一次喂食的时候，他都会找一个白皮肤的人去喂他，白种人去喂他，狗就认为哦，他是给我吃的，但这不代表他是他的主人。然后每一次当有一个黑有色人种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过来打这个狗。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就是黑人永远是让他拿这个棍子训练打这个狗，然后狗慢慢的就知道了，哦，当我的视觉中出现亮的这个白的，这是给我吃的吧，我不能咬它。但是我如果看到的这个可能是黑色的这个东西，我就要咬它。这是王哥跟我说的啊。有人说狗是色盲，但狗是可以识别黑白的，好吧，狗是可以识别黑跟白的。这个我是当时我记得看看哪本书上我记得说的。所以当地养那个比特犬，就特别凶的那个犬，就跳起来什么咬轮胎，各种什么斗犬的那个，他们当时都训练这个狗去看管这个黑人。哦，黑人把食盆拿走，对对对对对，他是白人把食盆拿来喂狗，每一次然后吃到最欢的时候都让黑人过去把这个食盆拿走，于是这个狗形成了，就它的基因里一代一代下去有这个条件反射，就是看到黑人他就去咬他。啊，王哥说看到黑人是白色的，看到白人是黑色的，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这是我突然想到的，咱不是讲这个，咱讲这个素食联盟，我看的这个纪录片。然后呢，人呢是叫做三色视觉。什么叫做三色视觉呢？你咋跟小智一样，说着说着感觉那么讽刺，把他封了，你怎么跟个傻叉一样的，到哪儿哪儿招人烦呢？你还起名叫戒，你确实应该受戒，你明白吗？你最应该的是把自己给淹了，这样的话你的欲望和废话就少了，把他给我永封，这种傻子别来跟我提人啊。给大家讲一下啊，人呢是三色视觉，肉食动物呢是双色视觉。区别是什么呢？人类的这个三色视觉能够分辨更多的颜色，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我们需要食用树上的这个果实，我们要分辨果实的颜色熟不熟，哪些能吃，哪个不能吃啊，有没有毒等等这些。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视觉形成的这个基因，也说明我们的这个祖先和我们人类这个基因相对来说更适合吃素。这还没讲到农村啊，一会儿就讲到了。然后呢，最主要的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啊，
为什么我们之前很多的这个东西说我们人如果长期吃素是不好的，为什么这种宣扬说吃素的这些东西在国外可能很多人已经很流行了，但是在很多的落后一点呢或者其他的地方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这个纪录片里面说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来源于畜牧业，畜牧业对这个宣传素食主义者这种食素的打击打压以及控制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就这个，这不是我说啊，这纪录片里面说，就是地球上的这个动物很多每一天都有这个濒危的物种濒临灭绝或者已经灭绝，每一天都有动物的种类越来越少。其核心原因并不是因为说捕猎捕食，不是因为这个，其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食品工业的发展，我们食品工业的发展就不断的需要说在自然中去获取资源，我们需要去开荒。我们正常的人喜欢吃肉，我们现在吃的大部分东西是养殖的，牛羊猪鸡等等的这些，包括鱼。那你养殖这一些的土地从哪儿来？这是第一。第二，你养了这些牛羊猪鸡等等所有这些肉类的包括奶类的这些供应品，包括鸡蛋包括鱼，这些已经目前有一个，这个纪录片里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就是它已经占了整个地球我们已用土地，就是农业土地的83%。这83%全部用来干嘛？一方面用来养猪啊养牛啊，这只是一小部分，真正大范围的是什么？你养这些牲畜他们是要吃素的，他们要吃可能粮食，他们要吃相应的饲料或者草料，所以为了供应这些肉类，我们所食的这些牲畜能让他们去发展，我们需要成倍的这个土地和资源供给它，那就意味着我们要砍伐更多的树木，我们要开拓更多的可能人类没有明明没有用说我们不需要居住或什么占领这样的土地。而且有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人类啊在地球上每年我们会吃掉多少肉呢？我们会吃掉700亿头动物。这个数据肯定人家国外做的这个肯定是比较专业的，全球83%的土地其实都是为了这些吃肉的，我们因为有吃肉的这个习惯所准备的。这你不知道吧？反正我之前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纪录片印象还挺深的。其次就是没跟你讲嘛，说整个你在哪个平台看的，这不是哪个平台，这是视频，这是搜，这是搜，你关注一些那些专门搜一些那个小电影，不是那个美，不是，就是你可以看一些正常不太好，就你自己去搜吧，你看不到，反正你看完你也不配，知道吧？闭嘴，不要问我了啊！人类每年吃掉700亿头动物，这个我说真的挺恐怖的，700亿头，我操！而且我跟你讲啊，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就我们吃汉堡，说我们汉堡中这一片肉，就是麦当劳也好，我们汉堡王也好，还是什么这个我们正常吃的这种，我们正常一个汉堡生产运输过程之中，这一块肉吃到嘴里，其实它消耗背后是2400升水。为什么一块肉为什么会有2400升水？你要算你吃的一个牛肉，你要按一头牛去算，它养殖这一头牛，养它比如说2年，从1岁养到2岁，它吃了多少饲料，养这个饲料需要用多少的水，这个牛需要喝多少的水，以及在整个屠宰生产所有的过程中，一片牛肉消耗2400升水，真的很可怕。而且动物的现在所用的这个饲料啊，要砍伐大量的这个森林，而且是供不应求，全部的这些需要什么呢？就是你这些饲料是需要什么？水源灌溉。现在水源灌溉导致什么呢？有一个数据我给忘了，就是已经有23%的河流枯竭，它不会最终再流回到海洋了，已经有23%全部用来灌溉了，截流全部用来养殖这个牲畜，然后去培养这个饲料了，这个很恐怖的。那你未来下去10年20年，就跟三体对吧，我现在三体看到现在，你就觉得很多的东西真的，所有的科幻片其实讲的都是一个故事，恐怖故事，恐怖故事。但是你觉得它恐怖，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恐怖？因为你觉得好像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你不觉得吗，兄弟？我说的这个，
为什么今天脸色不好，兄弟，可能因为你没办牌子。嗯，好吧，水源灌溉，而且这个养这种猪鸭牛羊，我们吃的人类吃这种肉类啊，首先我们养殖的这一些，他们的排泄物每天的屎尿屁这三个东西，比我们世界全球地球人口每一天排泄出的这些东西废物啊多50倍，这50倍多50倍的排泄代表什么？无数的河流跟海洋自然生态的污染，挺恐怖的。就这个数据，哎，我为什么讲这个来了？对，有人说农村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这个跟农村未来发展就有关。你农村，你说真的，以前农村干什么？不就是务农啊，种点粮食，种点麦子，种点什么土豆、番薯，不就靠这个吗？后来农村怎么发展的？养猪、养牛、养羊，我说的没毛病吧？然后紧接着，那你一系列问题就来了，环保、污水处理，因为养这些动物，首先一点，它的这个排泄以及这些东西，你是要有排到哪儿？最早没人管的时候，全排到河里，村里的河里，村里的小溪里。5年10年以后，结果村里的人全生病了。你懂我说的意思吧？后来有的村开始搞一些轻工业，啊，做一些什么这种工程需要的什么这种，比如说什么这个水泥板啊。啊，什么这种说一些需要这种轻生态、轻工业的这些东西去生产呢？农村不就靠这个致富吗？感谢态度的爱你万年，感谢感谢。那你说未来农村什么样的发展？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就只能看新闻，这个取决于国家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的，谁说了都不算。我不跟你说了吗？这是个纪录片，你们自己去找就行了，叫《素食者联盟》这个纪录片。所以这个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其实看芒果 TV 的说唱听我的了吗？没看，那肯定不好看。我等着看新说唱呢，今年的新说唱我听说挺牛逼的。然后那个什么也已经开始拍了，乐队的夏天我看已经录挺多的了。感谢志当存高远这位朋友的三个爱你万年，晚上好兄弟，希望你能够像你的名字一样，好吧，越飞越高，未来前程似锦啊。师哥说一下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我已经讲过 N 回了，我不想再讲了，好吧，我不可能为你一个没牌子的重新讲一遍。乘风破浪的姐姐如何看？挺好看的，也还行吧，就是作为一个，如果说你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啊，或者没事的时候看一看，啊，也没有什么，那个片其实就是做一个反差。就是大家看过了，我跟你讲，这点芒果是真的牛逼啊，不是湖南卫视真的牛逼。他这个综艺他永远做的是什么呢？感觉没有那么精细，你知道吧，粗枝大叶，但是他的这个定位很准，他一下能抓住人心里。这个湖南他做的这个，你看这个里边就是最莫名其妙是什么？是导师，就这几个评委就简直感觉像是从路边随便做一个路人采访抓来的。跟这个东西他不可能说录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里面他也绝对不是差钱，他就是故意拿这个做话题性，我感觉啊。而且我觉得他后面可能这个评委会换，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因为他这个评委太奇怪了，看得我莫名其妙的，你知道不？就还可以，还可以那个片子。之前预测双色球那个节目是真的假的？哪一个预测是预测双色球啊？中国的双色球就是假的。等一下，我看一眼说的信息。
OK， 这房基本差不多了，我这聊的。师哥，北京疫情严重了，您这几天还户外吗？户外啊，户外啊，明天就有一个户外，明天晚上记得来看节目，明天晚上5点到8点，3个小时的节目，好吧？老姜策划的一个，然后我去配合。皮皮虾来看你的，爱你哦，谢谢哦，爱你哦。我刚给皮皮虾2周年还录了一个视频。我说真的，我特别感激每一个在我就是每一份工作的道路中都有一些贵人。我觉得虽然说我合同在腾讯，但是你知道头条的人其实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是那种人，就是人家稍微帮过我一些，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对人家都是就尽量我能做都做。之前他们这边本来皮皮虾邀请我去他们一个线下的年度活动啊，说能不能上台讲两句话，包括做一些互动，但后来因为合同的原因，我那个脸不能，他们有直播你知道吧，不让出现，我就说实在没办法，我说我帮你录个视频吧。就正常其实别人找我这种我都不管呢，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希望兄弟们记得一点，就真的是滴水之恩尽量涌泉相报，我说的是尽力啊，因为这不是涌泉相报，说的不是那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有朋友已经你看通知我了，什么都没说，就是最近少出门，记得戴口罩，勤洗手。我问啥人家都跟我说没法，有些东西不好说啥的，反正多注意吧，因为这个东西北京的这一次这个东西还是得等个2周3周以后你可能才能看出来它的影响。最近大家出题一定戴口罩啊，都注意点。特别是帝王套这帮孩子，现在所有的放假，一会儿我得跟他们说一下，放假不允许单独在给我这儿跑那儿跑了。啊，最近这个东西周边，我看每个区好像都有1到2个出现这种确诊的。这个月还去上海吗？我不去了。我如果去了以后，因为现在北京去其他地方，我朋友跟我说有可能会隔离，多在家待待吧，等过完这个月再说吧。师哥能不能讲讲美国？美国没有什么可讲的了，美国每天这个事儿我实话实说已经够多了。今天又不是前两天又爆出一个新闻说这个美国总统得了个什么病吗？疑似啊，我今天朋友圈有一个专家发了一个这个，等一下啊，我给大家搜一下啊，这个我搜不着了，算了就这样吧，我就不读了啊，大家晚上能看到，就是说他之所以做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是因为他得了一种病，啊，就是那个病的特征就是什么啊，这人站着的时候身体会前倾啊，失去平衡感啊，反社会人格呀，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咱也不懂，没有一个专属的病名，有一个专属的病名，我那个朋友还是个就挺懂这方面的，你知道吗？一顿分析，咱也不懂。但是美国有一个事情我给大家可以讲一下，就这个是未来跟我们其实经济还有这些东西相关的，我给大家做一个东西，你们出去跟人聊天的时候可以装逼。就是在疫情期间呢，其实有挺多的国家呢就是经济上很吃紧，这些国家呢他们大家都知道美元为什么叫美元吧，因为美元之前是跟这个黄金储备挂钩的，它之前是世界黄金储备量最高。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都是参与了这个战争，他参与的这个时机都非常的巧妙，然后呢都是远离战场，基本上本国没有任何的这个受损。其他的这个两次世界大战主要的这些参与国呢，或多或少我觉得都有比较大的损失。美国不仅没有损失，其实最主要的一点是他做这个武器的生产和这个工业，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赚的可以说呢就是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到现在武器都是美国最主要的这么一个盈利的这么一个来源。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为什么叫 God bless American， 我以前讲过，他真的是天选之子，就是在那个时代之下就真的是像上帝的亲儿子一样，在最关键的时候莫名其妙的都是因为他的加入，然后他获利最大损失最小，最后成为了这个
受益者。为什么？其主要原因啊，当时所有的国家，不管是二战跟一战是在打的国家还是被打的国家，他们都需要武器，他两头卖武器。但是他有一点，买武器必须不接受任何国家的货币交易，比如那个时候欧洲跟他买武器，说我用欧元，我不接受啊。你说英国买武器，我用英镑，不接受。日本，你说如果打个比方买武器，说我用日元，不好意思，不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谁打赢谁打输，我如果收了你这个钱以后，我以后有可能你这个货币变成纸了或者贬值了，那怎么办？我只接受黄金支付。所以各国当时没有办法，在买武器的时候全都是给美国黄金，那就是越打仗，大家都知道黄金就是越值钱，它越避险。所以当时美国在卖武器，在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积累了大批的这个黄金。然后呢，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国力一下大增。当时最高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数据，就是全美的黄金储蓄量达到了全球的1/3，也就是全球已开采出已知的这个黄金，大家储备的黄金，全美国占了1/3的黄金。但是在这个世界大战过了以后，大家不是没想过说，对吧，我把黄金就是不再弄去美国了，或者拿回来我们自己去发展，不是没想过。当时赶上一个特别巧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把这个美元和黄金储备挂钩了。在当时我如果没有记错，是大概35美元吧，差不多35美元可以换1盎司的黄金，等值于1盎司的黄金。所以美元在当年被称之为美元啊，是美金啊，叫美金，因为它跟黄金在当年是挂钩，当然现在早就不挂钩了。所以当时全因为美元跟它，第一是全球黄金储备它占1/3，其次全球的货币它必须在战乱之后跟一个保值的东西挂钩。跟什么挂钩呢？它跟黄金挂钩，因为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嘛，也就变相的等于全世界的货币没有办法等于跟美元挂钩了。这是非常牛逼的一点，一下奠定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金融霸主的这个地位。这也是为什么说美国一下就变强了啊！这给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之前讲过美国的简史跟历史啊，这个可以去听一听之前的录播，我就不在这儿重复了。那为什么大家要把这个黄金都存在美国？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在战后啊，美国是非常非常注重于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的，就是玩金融。我之前说过了，美国在战乱之后那么崛起，但是他没有把大量的资金投到他的民生和基础建设或者教育，花在这些穷人身上，他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不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包括这一次的时候这么措手不及，包括暴乱啊，包括大家为什么要示威，就是因为这个。因为这么多年，美国虽然一直很强，有很多的钱，是经济霸主的地位，他把更多的钱拿去了干嘛呢？硅谷、华尔街，去挣什么呢？去挣这些老百姓的钱，去洗更多其他国家这些劳动人民资，就是这些钱，完全都变成了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口袋。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导致穷人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你知道吧？但大家又鼓励，就是因为你天天新闻播的都是啊一夜暴富，说买这个能挣钱，那不就是割韭菜吗？懂我说的意思吧？所以之后呢，纽约在这个发展这个经济的同时啊，纽约一下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第一，它储备最高；第二，它一下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有了黄金交易中心，它主要是干嘛呢？就是可以交易黄金去换外汇。比如说我别的国家特别简单一点，说我今天我缺一点美元，今天我缺10亿的美元，明天我缺10亿的欧元，我怎么办呢？我没法从自己的国家说我印别人的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也不允许技术，这也是违法的，你知道吧？我只能够拿黄金等值的全世界认可的东西去换别的国家的外汇。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全世界最大的交易中心在纽约，你要去哪换？我要去纽约换。那么问题来了，说我英国想拿黄金去纽约换，我说我要换1吨黄金的美元，你是不是先得给我1吨的黄金啊？1吨的黄金怎么运输啊？说我要抵抗外来的这个
问题或者风险，我现在需要大量的美金去对去对冲也好，去怎么样也好，我需要短时间就要。问题是当天，比如说黄金交易，比如说300块钱，有可能你跟人谈完了，你黄金运到那儿一个月的时间，黄金一下变400了，也有可能黄金一下变200了，你这里边的损失你去谁来弥补？没有办法，所以金价一天一变，明白吧？而且你来不及，太远，所以有的国家如果你急需外汇或者美元的话，没有办法，运送黄金来不及怎么办呢？我选择我先把我的黄金存在美国的这个银行。第一，美国是属于一个不管周边任何国家发生战争的话不会被波及到的，它的相对来说那个地域比较安全。第二，它有相对来说比较在当年就已经相对完善的这种法治啊，以及所谓这种金融大主的这个地位。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我既然最后要换成大部分换成美元，再去兑换其他的，美元大部分都认，因为它等于黄金嘛，所以我们就把黄金全都运到美国储存起来吧。这样随时我一个电话打给他说我要换价值多少的英镑，我直接从我这个储备的黄金中我就可以换出来，而且更方便更安全还防盗，于是更加造就了这个美国所谓经济霸主的地位，黄金储备这么高。但是在现在这个疫情之下，有很多包括到后期很多的国家就说，那你把这个黄金能不能给我运回来，我现在不想放在你美国了。很多这样的国家不好意思运不出去，以各式各样的原因，就是你存在这儿了，当年确实没毛病啊，你上一代的总理，你上上代的总统在我这儿存了10吨的黄金，我认这笔账，但是你想拿走不可能，你要美元我可以给你，你懂我说的意思吧？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国家都是，我们国家有一个储备叫黄金储备量，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你知道吧？这也是应急的情况之下能够代表说，这属于就相当于是应急资产避险资产的，国家也需要这个。所以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很多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种说，哎呀外汇不够啊等等那些，我需要把黄金要么给我运回来放在我这儿，美国不退，现在是这么有这么一个情况。感谢，哎呦顺顺利利来了，感谢我顺顺利利的三个闪电超跑，感谢老板，感谢兄弟啊，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这两天脖子什么真的是不太舒服，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是跟美国，我觉得近期可能唯一需要能聊就能给大家讲一下，以前没讲过能没听过的，其他东西我觉得都没什么意思了，好吧？觉得讲的好的，觉得说今天学到了点东西，觉得开心，今天快乐的，没白听的，兄弟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啊！感谢我土包子老板的爱你一万年，感谢兄弟们，感谢兄弟们啊！谢谢大家啊！确实我实话实说，做直播没有，就是哪怕坐在这儿直播，我说真的都挺累的，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将心比心啊，觉得值的兄弟们点点关注，来点弹幕打赏一下，或者分享一下直播间，短视频作者会剪视频能够分发的，或者是抖音的啊，随便说能把我这个剪成什么的都可以分发一下啊，我在这儿非常欢迎各位去多发，而且我在这个头条或者在任何地方我看到有新的作者，我都会给你点击评论并且感谢你啊，感谢我200万人的爱你万年啊，你那个礼物这两天很快了，哎呀妈呀，不知不觉兄弟们一秒钟不停歇又讲了一个半小时。诗歌一人之下里面的王爷和夫爷有关联吗？身世有点像，这我也不知道，这我也不知道。华为被制裁会倒闭吗？绝对不会。华为最新的消息应该是已经跟三星好像跟韩国谈的差不多了，要借助韩国的这个他应该是给韩国一些在 5G 方面的核心技术，帮助他那边帮我们做 5G 的基站和芯片啊，应该是这样的啊。说到这个芯片，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啊，在这儿算是一个，因为之前给大家讲过了，这个真正美国在制裁华为是制裁在哪一点卡住了我们的这个命脉，就是在于这个芯片上面。因为芯片有一个最主要的技术，我再稍微简单讲一下，就是我们中国现在还是那句话，我们只具备芯片设计的能力是世界顶级，但我们不具备芯片生产的能力。因为生产芯片需要一个机器叫光刻机，
这个光刻机呢，全球里面是每一个部件，比如说这个激光，有的可能是这个凸镜，有的可能是这个反射镜，有的可能是这个导体，它里面的每一个东西，它来自于全球世界各地的各种专利，但是里面没有一项专利是中国的，所以中国人家说制裁你，你就没有使用权，没有光刻机你制作不了芯片，你有再好的设计也白搭。手机中为什么有芯片，我之前讲过了，没有芯片也可以用，但是没有芯片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延迟感，好吧，你打开照片可能需要等3秒，你打开一个视频可能需要等5秒，你上个网你可能需要等几秒，但手机依然可以用。然后其次就是我们 5G 的技术虽然说是世界领先，但是 5G 的基站我们在建设的时候里面依然需要芯片，所以现在我们只是在 5G 技术上领先，美国就卡住了我们这个在不能生产芯片上的这个弊端，现在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OK， 我下面再说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光刻机的这个小知识。之前给大家讲过了，这个光刻机的这个所谓的技术的这个升级，升级的是什么，就是激光更细，芯片更小，能够在小的上面雕刻的东西更多，这就是每一次所谓的芯片升级。升级的是什么，就是第一芯片更小，第二线路更多啊，第三就是我们这个激光更细，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升级。那么在光刻机这个升级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的，为什么中国当时落后在这个东西啊。当时其实世界最先进的光刻机是柯达，柯达的这个光刻机主要的核心技术都在柯达手里，但是呢这个柯达当时遇到了一个，在那个年代遇到了一个行业壁垒。什么样的一个瓶颈啊，叫行业瓶颈，什么瓶颈呢，就是当时主要我们在这个光刻机的和芯片的这个技术提升，我们想的都是如何把激光细化，我们都是想着在这个光头的地方如何能够把它搞得更细。那这个里面当时在研制的时候到了一个瓶颈，就是突破不了了，不是说我砸几百亿或什么东西就能把这激光再细化，理论上不通。很多的人商量都在说怎么能把它更细化，因为未来的这个需求就是说我们还需要把更多的这个里面的所谓的电路啊，还有这些所谓的集成管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专业的术语忘了叫什么东西了，就是装到这个更小的芯片里，但我们现在的东西有可能做不到，但2年以后这一定是趋势，怎么办？柯达就说那我们就再研究呗，再砸钱呗。当时就有一个人提出，有没有可能我们不改变这个激光头，我们考虑改变折射源。什么叫折射源？比如之前这个激光细化，它就是通过这个激光本身的这个头的细化发射出来，就是这么细的，然后它经过这个凸物镜不断多少次的这个折射啊，增强把它更细，然后温度更高，就跟我们玩那个放大镜一样，然后去让它雕刻在这个上面。有一个人提出，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中间利用水的折射，光不就变得更细了吗，更分散了，更那什么了，我们再把它聚合，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改变折射的这个原理，而不在这个激光本身我们去下功夫。当时这件事情被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牵扯到无数人的利益。之前所有的这些开拓者在前面建桥的这些人，我的目的就是我建完桥就跟我开发一个癌症的药一样，我投了几十亿美金，我就是为了未来10年的专利权，你们所有人从这里面我要挣钱，要不然谁去研发？所以它牵扯到了无数人的利益。这就跟刚刚我说为什么不说宣传，电视上为什么不宣传说人类必须吃素，吃素比吃肉有益健康，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畜牧业是占了地球的80%多，你懂我说这意思吧？你如果那么做了，那我们不都饿死了吗？所以大家就说我们不愿意去做。当时有一家公司，就是现在整个在雕刻机里全世界最顶级的，应该是荷兰这家公司吧？芬兰还是荷兰？我忘了。这家公司叫什么什么什么 ML 什么 ML 什么这家公司，具体名字我忘了，荷兰吧？我记得 ASM， 对 ASM 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当时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弟，在桌上连话语权都没有，因为大家都要跟着大哥柯达去走。当时这个 ASML 就是 ASML 这家公司叫，这家公司决定说，哎，要不然我们合作试一下。为什么？因为他们算了一笔账，第一，这个实验投不了太多的钱，第二，我们问了一下当时世界上主要需要芯片的这些最大的两个供应商，如果只要我们能够把激光的细度再细化，我们能做出这种芯片，
不愁没得卖，就是一定他们会跟我订货。其次，我们能够有弯道超车的权利，我们有定价权，他觉得何乐而不为，而且我没有什么损失，明白吗？很少的投资，于是他决定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结果成功了。一下成功了以后，变成了一个颠覆整个格局的，很短的时间，柯达慢慢的就从老大变成了行业的可以说是最后。然后这个 ASML 的公司 ASML 这家公司从最后很快的时间跃升为世界第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所有人就是有一句话很就说得很好，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关于堡垒的这个理论，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行业所谓的竞争对手，那都是你目前这个行业，比如直播各个平台之间的竞争，对吧？之前在打仗，直播平台在打仗，每个人都在为想要攻破对方的堡垒。哦，比如说某鱼的优势，哦，在于它的弹幕文化，在于它炒作，在于它弄新闻，在于它撕逼怎么样 ？OK， 它里面等于什么？它攻击力很强。我某牙的这个属于什么呢？我的工会文化，我的社区文化，代表说我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护城河和一个一个的小部落、小城镇，你打不进来，但我也攻不进去，对吧？企鹅这边就很简单，我虽然是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城镇，但是你不敢动我，为什么？因为我背后有神，有这个巨大企业独角兽的保护，你动我，你们全死。你懂我说的意思吧？所以大家就是互相之间维持了这种关系。这个叫什么？就是你能够看到对方的叫做堡垒啊，你能够知道它的优点跟缺点。但是你看现在的商业人，就是我们祖国开放改革开放这么这几十年里面，我们的经济发展为什么说太快了，实在是没有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在一个周期是在短短几十年发越快速，这么快速的，从科技到经济到所有的这些东西，真的就只有中国七十年这么牛逼。有一个核心，你看到现在已经是什么呢？以前都是我们有可能被竞争对手超过去或者打死，但我们最起码知道他是怎么打的，怎么调的兵，怎么遣的将，我知道我死在哪，我心服口服，对吧？现在的企业被干掉，你都是被谁干掉？你被刺客跟杀手干掉的。人家根本不是你看到的那个说哦，我要打这个镇子这个种族，没有，莫名其妙出来一个杀手组织，直接你闻所未闻听所未见，全是老百姓，然后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直接苍狼苍狼苍狼把你所有的核心的东西全部都杀死，城镇空了，然后紧接着所有的民众直接这里边居住的居民啊，信奉你的夸直接就搬到人那边了，人直接变老大了。现在是这样的，所以所有的对手现在都是看不到的对手，看到的对手已经都是本着那种说大家名义上打仗，但是我们互相之间都有底线，这就跟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是一样的。说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存在了这么多年，俩人打了这么多年，俩人是竞争对手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双方都有一个默契跟平衡，每一次两个人的打仗都会促进双方这个产品的销量，不会有一方销得特别好说把对方落下来，也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人去竞争我们两个的市场，就是南边是你的，北边是我的，大概就这种意思。我们表面上打仗，但其实我们私下的利益跟统一，我们的共识是一样的。我吃我的市场，你踢你的市场。然后在这儿再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很多的碳酸饮料，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爱喝的可乐和雪碧，如果你捏着鼻子去喝，它们的味道是一样的，你们可以试试。很多的碳酸饮料都是这样，你捏着鼻子去喝，这个碳酸饮料本质的味道是一样的，你喝不出区别。为什么？这个里边有很多的，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天地人，就我老师讲茶跟水的那个东西，就是甜，那个很有意思。包括农夫山泉为什么是现在整个中国矿泉水的老大，第二应该是怡宝，第三应该是百岁山，第四应该是第四是康师傅吗？应该是康师傅。第五应该是冰露还是谁，我给忘了。反正第一为什么是农夫山泉，农夫山泉的广告，农夫山泉有点甜，就这一句话，心理上的产品上的啊，我这个包括所有的东西，就这一句话，广告语全部站上，全部站上，很牛逼。
农夫山泉这几招是真的厉害，好吧？所以说大自然的搬运工，对农夫山泉的广告文案是真的强啊。农夫山泉其实不好喝，这你说的不对，很多专业玩茶的人他们用的都是农夫山泉的高端水，农夫山泉真的就是相对来说水源啊以及各方面实话实说不错的，确实不错，这是实话啊。但是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人家是第一啊，人家是第一。所以我在这儿给大家今天讲的这些，就是可能也不算什么知识或者什么干货，我觉得就是一些刚刚大家问我的，然后我联想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对大家会有点帮助。出去跟人吹牛逼，你把我说的这些东西说出来，我觉得大家不会说你错，你懂吗？而且你做任何的一个行业，在这种现在的这种说未来大经济可能未来两三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啊，作为普通老百姓，作为很多的这个创业者，感谢呼啦的爱你万年，感谢呼啦的爱你万年。我还是那句话，其实机会包括资本的这个东西，钱其实市场在任何哪怕再差的时候甚至战争的时候都有，都不缺，它只是一直在流动，它像水一样。其核心商业运作的核心其实就是两点，好吧？第一是运气，你赶上了，你碰上了这个机会，有可能有的东西真不是你擅长的领域，但你真的是你碰上了。第二是运作，你掌握了有一点运气，你再会运作，你一定会成功啊。这个就是其实任何的时候都会有机遇，但你问我说哪个是机遇，我现在我也没法明确的去告诉你，因为我现实中很多就是现在做的比较好的这几个产业，你私人飞机，我这个朋友这个一下增长了三倍，贼牛逼。为什么？有钱人现在坐飞机都以前说我省点钱我不包机的，一次几十万，一次几百万，现在都包机。为什么？怕生病。那比我感染病，比我家人有孩子，那来说我包机呗。所以包机的一下涨了三倍。网络博彩就不说了吧，暴涨了无数倍。游戏直播涨了有的两倍，有的五倍啊。然后未来还有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不好说，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可能你现在所从事的行业在现在很难很艰辛，我在这儿只能跟你说一声兄弟辛苦了，所有人所有弹幕来一波吧，好吧，辛苦了。这个辛苦了，我觉得一个是送给这些真的面临这种困境很辛苦的这些人，第二我觉得送给你们自己，好吧。每一个人刚刚我说的人的男人的消费都不如狗了，对吧？真的很累。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做人难，做男人真的难，做好男人真的更难。所以所有的房间里的这些啊都辛苦了，然后还有那句话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挺过去，好吧。如果挺不过去，我觉得如果你那个行业本来就是你觉得在这种未来的哪怕疫情过去你可能暂时也恢复不了，不好的你又扛不住的，我建议你早考虑新的转型。因为你记着啊，人生中就我说的这种，可能你如果迷信一点，你认为哎呀是不是年份不好啊，是不是本命年啊，是不是大运不好啊，但是我想跟你说一点，就是运气不会平白无故而转变，平均十年一大运，五年一小运，对吧？大运为什么转变？我之前讲了，封建迷信的说法认为天时地利人和转变了，时间到了，居住环境或工作环境变了，人和身边的朋友，然后你的爱人、你的亲人、你的饮食习惯、你的所有东西改变了，等于你的命运轨迹产生了改变。人生中总会有几个大的命运改变的这个痕迹，有无数的情况会改变，比如说你失恋了或者离婚了，有可能这就是你一个命运改变的机会。有很多人因为离婚了结果成就了可能千亿市值的家产，比如说任正非。有可能孩子出生，有人因为有了孩子然后我导致我命运的改变了，我对这个孩子怎么样，我突然开始发愤图强，有的是这种例子，也有。还有什么呢？在面临大的危机的时候，困境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危机困境，你觉得之所以难熬难受，我说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是在于我们大脑对于未知的恐慌所想象的，如果这样了我会怎么怎么样，如果这样了我会欠钱，如果这样了我没法生活，如果这样了我会怎么样。但我告诉你，当这件事情真发生了，
你会发现船到桥头自然直。所以所有的这些目前在面临困境面临压力的这些创业者或者老板们，我再跟大家说一点，第一，我希望我跟你们说，就是你们真的辛苦了。第二，我想跟你们说，虽然这一波可能对你来说是危机，但是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一个强者的话，你应该理解它也是一个契机或转机。很有可能因为这一波，你虽然有可能一无所有，但你亦有可能东山再起。就是两个结果嘛，一个萎靡不振，一个东山再起。那为什么你相信出现这种事情你一定最后是萎靡不振或者一沉到底的那个？你为什么不坚信老天给你这种机会你是能够东山再起那个呢？好吗？这是我发自真心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不太好，也在经历，特别是做房地产的也在经历很难的这种东西。我有些朋友很多就是之前特别的有钱，特别那什么，他大部分的钱都是你懂吗，他需要用国外的去贷款，他有很多国外的生意，现在国外的银行就是统一不放款，国内现在很多也不放款，所以很多的这些东西，我想跟那些真的就是你觉得你撑不下去了或什么，没关系，好吗？就是跳出这个框架去思考，既然这个问题你真的解决不了了，没事儿，睡个觉，带家人出去玩一趟，好好吃一顿，喝一场，然后假设就是你要重新开始创业或者什么，一切重新再来。人生真正有意思的事情并不是说你从出生到结束都是大富大贵，因为有的是这种例子，你去查，最后这个人可能变成杀人狂、神经病，包括什么最后出现什么心理问题，最后说包括自杀的、抑郁症的，很多都是这种一帆风顺的人。人生对他来说就是很无趣，可能因为你不懂，你如果不了解了，你可能觉得我在讲故事，但我想跟你说的就是那一点，暴富可以给你带来可能是人生中这种说一个超凡的体验，它也可以给你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取决你怎么去看。所以才德才要匹配啊，德才要匹配，不是我的钱我不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我跟大家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再强调一点啊，因为在这儿我觉得真的肯定有很多看我直播的老板和兄弟是很难的，我想在这儿跟大家说，加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关，大不了重新再来，对吗？人生的乐趣跟经验，如果你经历这一波，你重新做一个行业，哪怕没有现在做得好，但是你晚年过几年，你能够跟你的下一代吹一个牛逼，你老爸没有被这一波东西打倒，并且我一步一步又走到现在，所以这一切是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也应该清楚跟明白，以后你的路要靠你自己去走，好吧？这个就算是我送给大家的一个，这算鸡汤吗？这可能这算是一点鸡汤吧，但是我觉得也是真事啊，这是一个思考思辨的一个转换的方式，就跟我有时候我经常会有这种啊，如果这个工作没有了，如果那件事情不做了，如果那个行业不挣钱了，想没有用，该来的都会来啊，天道酬勤，兄弟们加油，别偷懒，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过好每一天，不要虚度光阴。好吗？师哥，模特行业怎么样？模特行业现在肯定不好，你问吗？你们嫂子本来12号还是10几号应该有一个爱马仕的演出，现在我估计啊应该是取消了，现在演出谁敢去看啊？命重要还是爱马仕重要啊？好吧，行了，兄弟们，我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啊，我直播就到这儿了，然后一会儿9点钟没完啊，没完，今天有一个下半场，我约了我一个朋友啊，他是个做金融的一个老板，他自己有一个所谓的战队啊，我约了他们9点钟跟他们切磋一下，我打辅助打打比赛，然后呢让帝王套一会儿先接播准备一下，大概20多分钟以后我们直接直播间见，好吧，直播间见，我这把是争取要网赢了的，喜欢英雄联盟的啊，或者喜欢看我直播游戏的兄弟们，我们一会儿见啊，然后如果你过生日，我在这真心的祝福你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你的梦想一定会成真，祝全天下的父母能够长命百岁，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还有所有的创业的人士，所有在打拼路上的这些人，加油啊！最后
今天就不一直穿云箭了，所有人给我来一波加油啊，伴随着加油，然后我下播，让这个帝王套加播啊，接播。新浪微博搜索帝师最开心，头条账号搜索帝师，抖音账号搜索帝师最开心，微视账号搜索帝师啊，皮皮虾搜索帝师，关注即可。希望大家多多转发，多多剪辑这个视频，在这里非常感谢每一位自媒体作者，我是帝师啊，一直穿云箭，千军万马，我们30分钟以后见。OK， 帝王套接播，来，拜拜拜拜。